6月9日，据媒体报道 ，BLACKPINK Lisa 通过个人社交网络账号上传了多张个人近况照。在公开的照片中 ，Lisa 身着黑色上衣，以俏皮可人的 wink 面对镜头，展露了十足的个人独特魅力和强烈氛围，让世界为之着迷的 wink， 一个眼神我就可以。今天的 Lisa 依旧好辣，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表示，啊 ，Lisa 宝贝也太好看了！我最近真心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完美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可爱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